乡亲啊，过来是台湾尾屏东的嘉东乡，昨暝传出着枪声。警察伫咧大街路顶围捕一个毒品的通缉犯，这个通缉犯赛车冲撞着警察的警方车，把车弄弄坏，搁差一点啊弄着人。啊，警方为着要反制，是先对空中来弹三枪。通缉犯无咧惊，搁继续冲撞，所以警察就上准车链，搁开三枪，把这个嫌犯抓起来咯。尾啊，伫咧车顶敲出着枪管、枪支甲毒品，甲移送法办。嫌犯开车弄警察的前方车，真侪远景拢也穿个警告。开车好！警方先是对天开枪警告，想要告嫌犯，搁想要逃走。警察对嫌犯车头前顶开几多枪，命令伊落车。落车！落车！加查甫人抓落车了后，搁伫伊个身躯顶敲出枪管、枪支甲毒品。犯案的现场是乱糟糟，双方的车头拢冒泪，民众拢真着惊。代志发生伫屏东县昨暗七点，涉嫌毒品通缉犯伫中山路去互警察围捕，想要到为着要逃走，开车弄进红车。警方先对天开三枪，甲警告，搁对伊头前链来开三枪，最后伫伊的车顶敲出三包的安徽他兵，一支枪管甲高发的枪支。迅速啊！依毒品违反之条例啊，即妨碍公务啊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嫌犯为着举报，竟然伫街路顶弄警车。警方伫开六枪了后，总算将通缉犯甲逮捕，好佳哉是无人受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